2024年元旦的升旗典礼，我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古伟正立的图书馆前面的广场。那我们要希望在2024年这个元旦呢，那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啊，在新的一年给大家新的气象、新的希望，也带来新的机会。那同时呢，我们要预祝你新的一年这个龙年都能够年年好彩头，然后所以呢，当天你如果来参加的话，有非常重要的摸彩啊，奖品非常的丰富哦。那同时呢，要回家的时候一定会送你一颗好彩头哈。龙年呢是一个非常好兆头，而且是啊好预兆，所以很多人很喜欢在龙年生小孩。所以我们2年6亿的万宝龙专案，那从那一天开始就开始启动了哈。那第一胎到第三胎的生育津贴提高到30000块，那同时呢又增加坐月子30000块哈。那第四胎以后就是100000块，那坐月子一样30000块。希望一旦超过这个元旦的升旗典礼，让大家看到新的一年新的一道曙光，让大家在新的一年有新的希望，买菜就得这个升旗典礼团结大家共同凝聚的力量，维护我们中华民国的尊严，希望光华大家踊跃出来参加，只要拿到好彩头，一定全年都好彩头。